大家好，欢迎来到狼马的游戏解说实况频道，我是播主狼马。好，我们这一次呢，来继续血缘诅咒的游戏流程第三期。先友情提醒一下，本期的长度呢，大约会有个40分钟左右，可能会更长也不一定。另外一点呢，目前呢，本人呢正在测定我的麦克风，因为呢，我原本经常使用的那一组麦克风呢，出了问题，它没有办法录音了，所以呢，我现在换了其他的几组耳麦在测试。所以呢，接下来如果说呢，各位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状况的话呢，也请各位见谅。我尽可能可以的话，我可以的话，尽量我在1个月之内，或是在接下来的可能2、3个月之内呢，看能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呢来解决这个麦克风的问题。好，我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因为稍早呢，我在测试麦克风的过程当中呢，我把角色呢做了一些移动，所以说呢，我把它移到了这个角度这个地方来，没有关系。那么这边呢，就请先容我耽误一点小小的时间呢，我把角色呢移回那个猎人梦境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今天第三期预定给各位带来这个，亚南救亚南的这个游戏实况。好，本期的预定呢是给各位带来说到旧亚南呢去逛街。坦白说真的，如果说各位也许认为说呢这里好不好，只是说呢刚开始录而已。实际上呢我呢一共前前后后呢已经这是第5次录制了。因为呢前几次在录制的时候呢那些。就是说我的录制的品质呢，我自己本身呢就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呢就反复的一直不断的重录。我希望呢这第5次呢是最后一次了，不然的话我就真的有点像是在练等的感觉了。Welcome home, good hunter. What is it you desire? 好，在这 Where 边 am 呢，I? 我呢先做个简单的 If 升 the 级。house we could let me stand. 其实基本上这对话都是重复的，所以我们不用重复再听了。Farewell, good hunter. 像我的习惯就是说呢，如果呢我身上有那个大量的那个资金的话呢，我呢都会寻求说呢以最快的以及最有经济价值的方式把它消耗掉。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呢，如果说呢我没有把它消耗掉的话呢，有可能呢就是说如果在我路上呢一个我为一个不小心呢把自己的角色给搞死的话呢，就会导致于呢可能大家就得看到那个喜闻乐见的镜头了。好，本期呢一上来呢，虽然是耽误大家点时间，但是呢，现在已经正式步上轨道了。等一下呢，我呢将会先优先呢带各位呢去补足一下，在第二期呢我没有把它给完全补足的地方。在第二期当中呢，我们接到的一个支线任务，就是小女孩呢拜托你呢帮她寻找她妈妈的一个支线任务。另外一个支线任务呢，就是来自于这一位红衣老女人的委托，就是说呢，如果你在路上呢有看到任何一个生还者呢，然后呢他们又对这个在寻求这个那个安全所呢有需求的话呢，你可以跟他们对话之后，跟他们讲说呢，可以到这个亚南小教堂这里来躲藏。好，其实我在稍早在最初的录制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把那个 NPC 呢，带来这边了。基本上不是你，并不需要你全程把他带过来，你只需要跟他对话就行了。但是呢，为了预防说呢，各位就是说在看的时候呢，可能就说，哎，奇怪，老马，为什么你的教堂里面无缘无故多了一个老婆婆呢？
是不是你对这个老婆婆做了什么事情啊？答案是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对老婆婆没兴趣，除非她是大叔。哎，OK，Anyway，就是说呢，我就是说呢，为了要增添说整个的整个影片的流程，就是游戏整个流程的那个一致性呢，所以呢，我就不辞辛苦呢，还得带各位呢再走一趟。跟各位讲说呢，你要去哪里呢？可以找到这时，我脑海中只飘过了一句话：“出师不利身先士，常使英雄泪满襟。”哎呀，真是的，好，真是的，那就容许我再耽误大家一点时间了。哎，其实我好像在每一期好像都没有特别跟各位强调说呢，应该这么说吧，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玩家。说穿了呢，我可以把我这种玩家呢，大概可以称之为叫做手脑酸残的玩家，就是说不是非常高手级的玩家就对了。我也自认说玩游戏，我有些时候呢，其实应该说有些时候啦，我玩游戏所图的呢，都是一个娱乐。所以说呢，你要我真的花大量的时间呢去钻研一款游戏呢，我想我已经过那个年纪以及说可以做这个事情的时间了。哎，其实就是说，一旦出了社会之后，奢侈的一种做法。好，Anyway，反正呢，我刚刚嘛才掉了不到几百魂嘛，那么应该回响啊，几百回响，真是的，才掉了不到几百回响，那么咱们也不用那么纠结了，也不用刻意一定要去跟他拿回来了，虽然说想一想还是复仇一下好了。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反而是这个拿着，好，有本事上来呀，有本事上来呀，好，另外一点呢是呢，我用这个耳麦呢，我要特别小心的是，我的声音必须得做好控制。如果呢我没有做好声音控制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悲剧，就是说，如果我的声音音量呢大超过到一个分贝的话呢，这个喇叭的收音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然后呢各位就会听到很可怕的爆音了。好，刚刚各位看到的那个虚影呢，他现在应该是在跟神父正在奋斗中。哎，真是举枪时机来不及，没抓住。解决复仇成功，其实代价还挺大的啊。Anyway，我呢就以最快的速度呢，带大家呢去寻找之前亚南地区的第一个寻求帮助的 NPC，也就是一个老婆婆。如果已经没有什么印象的话呢，各位可以回头去看我的游戏第一期，在第一期当中呢，会有一个老婆婆呢，会用比较不好的口气问你说呢，你知不知道呢？哪里呢是安全区什么的。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她就是一个老婆婆呢，她的门口呢有一只狗在吠的那一个地方。好，那么在此之前呢，也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呢，如果说呢你在去见到那位老婆婆的家前面的时候呢，你还没有去过约瑟夫卡的诊所，以及还没有打过这一位神父的话呢，你到那边呢，你的选项呢通常只有一个，就是不要。那么如果说呢你已经去过约瑟夫卡的诊所，也就是游戏一开始最初你所出生的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你在第二次回去呢，你会发现呢，原本的大门呢就被上锁了，你没有办法进去，然后里面会有个 NPC 呢，一个女性 NPC
NPC 会跟你对话。第一次呢，他会给你一个血瓶；第二次呢，他只会告诉你说呢，如果呢你有遇到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 NPC 的话呢，你可以叫他们坐到诊所这边来寻求庇护。如果说呢你之后有回头去的这个约瑟夫卡的诊所的话呢，那么你呢就可以在那边呢跟那个老婆婆对话的时候呢，就会多了一个选项，叫他去约瑟夫卡的诊所。然后，如果说呢，你解决完了神父之后呢，你再去找那个老婆婆的话呢，前提是呢，你必须要先跟那一个红衣老婆婆对完话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选项，就是问你说呢，你就可以跟那个老婆婆说呢，她可以到这一个大教堂这边来做避难。两个地方呢，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其实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呢，如果呢你把 NPC 呢叫到大教堂去的话呢，它其实就是。是比较晚一点死，但是如果呢，你把 NPC 呢叫到了那个约瑟夫卡诊所去的话呢，他就会很早就死掉了。啊，这边这就是老婆婆的地方。由于他已经到了大教堂去了，所以里面是空无一人。如果现在有人，那就是闹鬼了。好。其实我是比较推荐呢，各位呢尽可能把 NPC 呢一个一个的要他们把他们叫到那一个约不是约瑟夫卡诊所，叫到大教堂去。原因很简单，因为呢有一些 NPC 呢到后期呢会跟剧情有些关联。然后呢，如果说呢他在大教堂的话呢，他有些时候你跟他对话呢，他可能还会给你一些额外的一些道具这样子。当然啦，这个其实这些全凭玩家自己怎么玩啦。如果说呢，你就是看这些 NPC 不爽的话呢，你也可以考虑把他们一个一个往那个约瑟夫卡诊所丢，也是可以的。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上一次在游戏流程当中呢，有一个另外一个支线任务，还记得有一个叫。在第一期的时候呢，有一个窗口的小女孩，她呢，委托主角呢帮她找妈妈，还记得吗？好啊，那么呢，我们在解决完了神父之后呢，就会在那个神父的那一个，在跟神父对战的那个地方呢，会找到一个那个红色宝石的胸针，我如果记得没错，应该叫这个名字。然后是这个地方，那东西的位置呢，就是在第二期呢，我和那一个神父呢，玩那一个躲猫猫的时候呢，我一直跳到了一个小屋顶上面。你可以在那屋顶上呢，一个尸体旁边呢，捡到这个道具。好，那么拿到这个道具之后呢，你呢就可以回头呢去，哎呦天呐，你就可以回头呢去把它交给小女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把它留下来呢，留着自己用。你呢可以把它留着说呢，以后呢可以拿来当做血宝石墙，可以当做血宝石，然后增加你的武器的一些，我记得没有错，好像是附属能力的样子，但也许记错也不一定。好，anyway。好，然后这小女孩一家人呢，其实我得说呢，她大概是这游戏当中一个比较悲催的家庭吧。他们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在这个狩猎之夜开始的当天呢，父亲呢外出狩猎，也就是说呢，把这些幻化成为这些魔物的居民们一个个杀掉。后来呢，因为呢妻子呢担心丈夫，也就是那一位神父的安危呢，于是也跟着出门了。然后没想到呢，找到了丈夫，但是那时候的丈夫呢，可能正在被一群已经狂化的村民们追赶。然后，可能在发生一些意外之后呢，妻子呢被这群狂化的居民们给杀掉了。然后那个神父呢，就在一个百般的悲愤的情况下呢，开始去屠杀那一些狂暴化的村民，但也就因此付出了代价，他付出他人性，也一步一步的幻化成了野兽。所以说呢，如果所以说呢，以我的看法是说呢，其实实际上呢，那一个再被戳下去我就挂了。其实我刚刚在想说呢，再戳下去我就脑残了。好，
后来呢，就是说呢，神父呢就这样子在屠杀那一些狂暴化的村民之后呢，也慢慢的付出了人性，然后呢，慢慢的消失人性之后呢，他呢也变成了狂暴，也就是我们在第二期最后所打的那个 boss，应该是一开场所打那个 boss。好。所以之前呢，在游戏刚发售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呢，是不是那位神父呢，在狂暴之后呢，把自己的妻子杀掉的？我觉得故事看个人怎么走，因为应该不是说看个人怎么走，只是看说你，因为他真的没有比较直接的讯息告诉你说呢，是神父杀自己的妻子，所以呢，我个人比较采信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比较正面一点。好，这里呢，就是那个小女孩的住处了。你呢，跟他交谈之后呢，你呢可以选择呢把那个红宝石还给他，当然你可以选择留下来不还给他都行。你如果你不还给他的话呢，他会因为呢还在担心妈妈的安危而前往那个下水道，也就是顺着我这条路慢慢往下走，然后走到下水道之后呢，就会被那个下水道最底端，也就是那只大猪公呢给杀掉。那么如果说你还给他之后呢，他只会因为悲伤过度呢而丧失了求生的欲望。然后呢，也一样，循着这条路走下来之后呢，一样给那只大猪公给杀掉。好，那也就是说呢，当你把那一个，不管是说你跟他对完话一遍之后呢，你如果没有做，如果说没有离开地图，让地图重读的话呢，他呢是会继续在那个屋子里面哭。然后呢，等到说呢，你离开地图再回来呢，那么他的屋子呢就变成说他灯就暗下来了，然后会告诉你说没有任何回应。然后之后呢，你再回来这下水道这边呢，把这一只大猪公给杀掉，你呢就会拿到第一个那个树桩信使。的那个装饰品，好，就是这个东西，这个看比较快一点。这个红色信使缎带，上面这么写着：信使莫名喜爱的红色缎带，这个粘稠的鲜红色取自某个不幸的受害者器官。非常奇怪的喜好，但也许对信使来说，穿戴这个饰品就是代表哀悼。其实他们这一家口还蛮悲哀的，因为呢，他的妹妹呢，提早剧透，OK，他们是一家四口，然后家里的父有爸爸妈妈以及养了一对姐妹。后来呢，妹妹呢就因为听到了母亲的死讯之后呢，悲从中来呢，不管是担心母亲呢而被意外杀掉，或者是说呢，你也知道了母亲的悲剧之后呢，悲从中来选择自杀。总言之呢，妹妹死掉之后呢，那个屋子在过一段时间，大概是解决完几只 boss 之后呢，你再回来呢，那边呢就会再出现另外 NPC，那个 NPC 呢就是这个妹妹的姐姐。那么姐姐呢，她也会问你说你知道她妹妹的下落，但是如果你告诉她之后呢，她的姐姐最后呢也是会死掉的。总言之呢，算起来算是整个血缘诅咒当中呢，我个人认为的一个比较悲催的家庭。好，那么好，那么把上一期就是在前一期当中漏掉两个部分呢补齐之后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要正式开始咱们的亚南救亚南的旅程了。好，我其实不辞辛劳的在走这一段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比较有点印象这样子。好，这位老婆婆呢，就是稍早跟各位讲那位 NPC 老婆婆，我们可以跟她对话。官方吐槽，好，这个老婆婆其实对你非常不客气的，但是呢，游戏当你游戏的进行了到一个阶段之后呢，你呢可以从她那边呢，拿到一些道具，然后这些道具呢，你不一定要拿来用，你呢可以拿，可以，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可以无限领取的样子。也许有记错也不一定。OK，Anyway，就是说呢，你可以跟他拿到道具之后呢，你呢可以把它呢拿回去呢卖给那个信使，然后借此啊让他来换那个血之回响。我记得好像是无限领的样子，也不太确定。总言之，就随着我，总言之，大家就跟着我这个游戏的实况呢，咱们一步步往下走。
啊，如果说各位呢，现在目前听到很多杂讯呢，是因为呢，这组喇叭呢，如果呢，我不是这组耳机呢，这组耳麦呢，如果我把那个麦克风声音开大声的话呢，那么呢，它喂，狗狗又去自焚啦！好，好把前面话说完，就是说呢，我这一组耳麦呢，它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呢我把，就是说呢，如果呢我把那个声音呢开得太大声的话呢，它呢就会把它呢没有做好非常好的那个杂讯过滤，我已经尝试着去修正了，但是其实还是不是非常的理想。先这样子吧，因为毕竟我说这是一个新麦测试期，所以呢，我尽可能找到每个麦呢比较完善的表现。好，走下来这边呢，如果不知道这个密道怎么开的话呢，请各位可以回到我的第二期呢去观察一下，就知道这密道怎么开了。开来密道之后呢，往下走呢，就会来到这个救亚男的通道。那这边有个尸体呢，一开始下来呢，你可以在这个尸体上面呢捡到你的第一颗血宝石啊，所以呢，不要再，所以说呢，如果说呢，你缺血宝石，或是你还没有从这些怪物身上呢刷到任何血宝石的话呢，你呢可以在这边刷到第一颗。好，至于说那个写宝石的工具呢，如果说呢你不知道呢，你不知道说，嘿，老马先生，请问一下那个写宝石的工具在哪里呢？我只会跟你说，请你回头看我的第二期，谢谢。本期的最后呢，我会简略带过一下，要教各位说这个血宝石系统，它在这个在这个血缘诅咒当中呢，它呢血宝石系统的设定，真的只是简单带过啦。好，其实在这个隔间呢，还有一些小道具可以捡，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稍微探索一下。好，过来这边之后呢，这就是我在节目一开始的地方。这个灯呢，其实呢就是救亚男的那一个吊灯。那么在这里呢，为了预防万一呢，我呢还是选择先回到猎人梦境一趟。并不是说我要把我的那个回响给用完，而是说呢，如果说呢我等一下在探索救亚男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惨遭杀身之祸的话呢，我至少呢不用再绕一大圈走过去。救亚男这个地区呢，其实它整体来说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它唯一困难的地方就是呢，那边有个 NPC 呢会，不断的对你朝你用机关枪扫射，所以呢，如果某些地方在一些空旷场景也不可以逗留太久，所以说呢，就尽可能的是你在跟敌人对战的过程当中，就尽可能选择呢躲藏到屋子或是一些比较高的一些那个障碍物后面，以确保说呢，他在上面扫射的时候呢，你不会被他给枪枪命中。我第一次玩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傻傻的往前冲，然后就应该说是傻傻的站在空旷场景呢，然后或是躲在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掩体后面呢，以为自己有用，其实是毫无作用的。好，第一次来的话呢，这扇门呢是关闭的，然后你要自己把它推开。之后呢，你往这方向走呢，就可以开始救亚男的行程。不过呢，我强烈各位，一开始来的话，先直直往这边走。好，到差不多到这。到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一只四脚怪物，它呢其实就是魂系列当中的一种生物，叫做结晶蜥蜴。你呢要把那个结晶蜥蜴呢给杀掉之后呢，可以从它身上呢获取一些强化武器用的一些血宝石、血矿石之类的东西。在这游戏里面呢，其实与其说它是结晶蜥蜴，我倒觉得它看上去更像是放大版的死耗子。好，这种怪物呢，我现在目前呢，我还没有办法找到好比较好的昵称，所以呢，我们就姑且称之它为叫做斗篷怪好了。好，斗篷怪呢，其实它本身来说呢，它并不是非常困难解决的生物。它呢，唯一比较让玩家头痛的地方就是呢，它呢攻它的连续攻击的情况下呢，会导致于说呢，你的底的角色人物呢会中毒。一旦呢中毒出，一旦被它攻击之后呢，你的画面的正上方呢就会出现一个中毒的累计表。剂量表一满之后呢，你的人物就中毒了。好，那么我刚刚一下来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个捷径。那么现在看到门已经开了，是因为我已经说了，这个我已经重录第五遍了，所以说门一定是开的。如果你还没开的话，我才觉得有鬼了。好，anyway，咱这一期呢，目标呢就是带各位呢去走一下这一个捷径。boss 我还没打，幸好在第一次录制的时候呢下了这个正确决定，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斗篷男呢，算是这个地区呢比较有点不太好应付的角色，但也不是很难应付。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秃头男，秃头男他是怕火的，但是呢他会摆出这个怕火的姿势，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呢你靠近他呢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把他驱赶，其实是没有用的。他大概退你退到一个境界之后呢，就会来一个纵身一跃。就来个纵身一跃呢，然后呢就会朝你横扑过来。所以呢，他虽然摆出这个姿势，但也不要觉得太开心。最好是在他摆出这姿势的过程当中呢，赶快火速把它给解决掉。好，眼睛比较厉害的观众应该有注意到，说我现在目前的武器呢，已经更换成了那个教会大锤了。是这样子的，这游戏当中呢有两把武器呢是我个人呢比较喜爱使用的，一把是这个巨斧啊，应该就是初始给你的那把斧头，另外一把呢就是这个教会大锤。斧头呢我最主要用在于说，如果说面前的敌人自己要大量的话，稍后会掩饰，稍后会掩饰，比较大量的话呢，我会用斧头呢的那个，就是说它一个斧头的变组合之后呢，来个聚气的一个横扫。好处是在于说呢，攻击伤害较高，而且呢可以呢有效的算是比较有效的呢去做攻击。就是说，横扫过去的话，它是两段式横扫，所以呢，敌人呢如果被扫到的话，是很有可能会出比较长的硬直的。好，我之所以马上跑上来，原因是因为如果呢，我刚刚再往前个几步的话呢，那个咱们的上面那一位有机枪大叔呢，就很开开心心的朝我这边狂射，奇怪，我的脸上又没有写着请射寡人，为什么一直射我呢？讨厌。好，那么教会大锤的优势是什么呢？教会大锤的优势呢，是它出招快，而且它消耗的耐力消耗的比较小，所以呢，还有各位可以注意到说呢，基本上呢，我打这种怪物有出招速度比较快，所以呢，很有可能是一招连招下来呢，可以把那个敌人呢直接带走，而他打敌人的时候，他出硬直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好，哎呀，我还想说还没发现我绕过去嘞，啊，现在发现我就没办法，哎，他真没发现我吧？好，anyway，好，正下方这个出口出去呢，各位呢可以得要非常小心了。如果说呢你一个没注意呢，就有可能会在这边一命呜呼，所以呢我得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好冲刺。切记不要距离那些瓶子太近，因为那些瓶子里面，好了，各位应该已经可以从音效猜到怎么回事吧？没有错，那些瓶子里面呢放的全都是火药，所以呢，当上面那个机枪大叔呢很开开心心的射你的时候呢，他其实只需要射到旁边的那一大堆的瓶瓶罐罐呢，就可以把你送，就可以让你归天了。所以经过那边的时候，尽可能就是说呢，以最快速度通过，要不然就是呢，用吸引的方式呢，把那个敌人呢一个一个引过来，然后各单一解决，然后这样子可以加速说呢，你离开那个区域的速度会加快。好，刚刚那一招扑爆呢，其实是非常可怕。如果你被他爆起来的话呢，按照我现在的体力呢，大概会损失掉，保守估计大概是一半吧。好，这边呢算是一个有，在这边的第一个比较开矿的地方，但是千万不要在这边跟敌人纠缠，因为你会后悔的。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来自于机枪大叔的威胁太大。好，各位可以注意看到呢，将这把武器呢切换成第二形态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呢都是采取横扫的那一种，所以说呢，它对于处理这种大量敌人呢是比较有帮助的。好，可以看到了吧？就是说呢，如果说呢，你在外面跟这些家伙在这边跟这些家伙在那边周旋的话呢，你要么呢就是被这些家伙补刀，要么呢就是被机枪补刀，总而言之呢，就是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呢，尽可能呢把敌人呢引到屋子里面呢，一个一个慢慢的解决，之后再慢慢走过去会比较保险一点。好，现在敌人呢解决的差不多了，那我应该就可以安心的走了吧？哦，机枪。好，那么走到这边之后呢，正下方各位有看到吗？有一个人在那走啊走啊走啊，对，当然就是个猎人。那个如果说你的技术不是这么好的话，就不要随便去跟他纠缠了，相信我，你会后悔的。好，如果说呢，你想要解决机枪大叔的话呢，朝这个上面往上走，但是我也不太推荐，因为你会后悔的，至少后悔过很多次。好，那么我们就不理那位游走的猎人，也不理机枪大叔，咱们就直接往前走。好，往前走之后呢，请记得往后退。哎，对，就这家伙。我之前在玩的时候呢，我经常呢就是被这个家伙呢给暗算了，其实是被他补刀了。虽然说没有导致于说各种悲剧发生，但是被他补刀总是一种心灵不舒坦的感觉。好，对付这个斗篷男呢，其实老话一句，就是小心不要被他给连续爪击，不然你后悔的。好，各位注意看到了吧，在画面的正上方呢，现在出现了一个剂量表，对，那就是中毒剂量表。一旦你的剂量表满了之后呢，你的人物角色就会中毒，然后在血缘诅咒当中的中毒呢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对中毒小意轻心。好，之后呢，各位可以听到吗？刚刚有一些很多声音现在不见了，没有错啊，各位呢，千万不要一心急呢就往楼下冲，因为呢，接下来呢，下面很多那个刚刚在底下呢进行一些莫名其妙仪式的一些大叔大妈啦，都会冲上来扁你的。如果呢，你刚刚呢就要毫不犹豫的呢往那个楼梯方向前进的话呢，那我敢说你现在呢应该被围攻得很凄凉了。斧头的优势就是这点优势。哇，天啊，外面可是打得真是精彩啊！差一点。其实呢，他们打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痛，麻烦的在于说呢，它会让你中毒。中毒呢，往往是这边的第一个死法之一。中毒之后呢，你要是没有立刻解毒的话呢，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了。应该还少了一只，果然。好，如果说呢对手就一只的话呢，那我就会切换成教会大锤。解决，轻松带过。好，正上方挂的这一只呢，其实就是本关关底的 BOSS。不过呢，我还没开始，我还没有打，所以呢，各位还是有机会看到他的。好，那么第一次来到这边呢，你可以在这个祭坛上面呢找到这样东西，仪式之血，上面这么写着：圣杯仪式中所使用的贡品，这种永不凝结的血是用来装满圣杯基本原料之一，一切被血融化之后就会重生。简单来说，如果呢各位想要开启金杯地牢的话呢，就必须要有这些贡品。啊，放心啦，在金杯地牢里面呢，这些贡品呢是非常容易拿的。好，这个地方呢，你要来也行，不来也没关系，只是，反正是说呢，好，
就是呢，如果说呢，你想要因为呢，这个地方呢，下面呢有一个那个尸体呢，上面有一些道具。如果你想捡那个道具的话呢，你就得要跟这些乌鸦呢来个周旋。但是呢，如果你对这些乌鸦呢，就是非常不感兴趣的话，甚至于说对那个尸体身上的东西也不感兴趣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来到这边的。好，那往这边走之后呢，一开始呢，不用那么心急的要往这个方向过去，先不用那么心急上去。这个楼梯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启一个捷径。这个捷径就是让你呢，如果说呢你在接下来的那个小地方呢不幸丧失，是不是往生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捷径。好，各位还记得这地方吗？没有错，就是这里。这边往上走呢。可以打吉祥大叔，当然我不想，我现在不会想去打吉祥大叔，因为太花时间了。好，其实旧亚南呢，还有一个小地方呢，我没有去走，那是因为呢，去那地方呢难度太高，再加上有吉祥大叔跟那个猎人的威胁，所以呢，我打算呢，可能会看看这一期我的麦克风调教的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呢，我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这几天，或是说下礼拜呢，推出一个算是一个补完篇，就是把旧亚南给补完，让大家把整个旧亚南地区逛熟。好，这个开阔区域呢，一般来说只有三只秃头男。一般来说，好，那么解决完秃头男之后呢，往这大概这个地区吧，会再出现第二只那一个大耗子，就是结晶蜥蜴。那么你一样在它消失前呢，赶快把它解决掉，你呢就可以从它身上拿到那个可以用来强化武器的东西。好，到了这边之后呢，我们呢就到了旧亚兰的底部了。到这底部呢，可以看到说呢，已经不是那一些大叔大婶了，已经是狼人了。好，这一区的最主要的敌人呢，就是狼人。狼人呢，打他呢，唯一的方法就一个，就是不要被围剿，尽量呢就是一个一个慢慢的引。然后呢，也尽量不要选这种高低落差太大的地方跟他们对干，因为呢，你会很吃亏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呢，如果你很庆幸的打出了他的破绽的话呢，有可能会因为高低落差的破绽呢，而导致于说呢，你来不及去给他来个弹反。好，轻松解决一个。好，如果初期呢，你想要把你手上的武器呢都升到加三的，都升到加三的话呢，你呢可以跟这个狼人哥哥呢多玩几圈呢。你看嘛，身上的肌肉又那么好，身材那么舒服，你呢可以跟他多玩几圈呢，可以从他身上呢拿到不少的这个血石碎片。好，那么本次的录影呢，我打算呢就到前面就差不多快终结了。哎呀呀呀呀！我可没有说想死在你手上啊！各位其实可以看到我为什么爱用这把交尾大锤的原因了，因为呢，它有些时候呢会有很大的几率呢，直接一招呢把那个敌人那个连走。好，那个还另外爬过来另外一只狼人呢，我就不想理会他了。啊，那这边还有个，哎呀，还有个大叔，秃头大叔啊！
再往上走这边之后呢，大概再往上这一格吧，这边出去呢，这边过去会捡到一样东西，然后呢，在这个右手边呢，会有一个狼人，还有一个秃头大叔等着你，所以要小心被偷袭。然后这边呢，就是在游戏一开始，我跟各位讲说那一个像那一个大耗子掉下来的地方，这边呢就可以开启了这个可以快速到达这一个关底 BOSS 的一个捷径。好，看完这个捷径呢，我本期呢就打算就做到这边就好了。说真的，一天呢反复做这个血缘诅咒呢，讲到现在呢，我口是蛮干的，我都已经觉得喉咙已经在隐隐作痛了。我真的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了，不要再有一次了。OK，Anyway，我是希望说这一次透过这个对这个麦克风的调教呢，会对大家比较在聆听上呢会比较有那个帮助。但是这个麦克风呢本身有它的限制，所以呢，如果我有的声音呢还是听起来有点像是被工作压榨。命苦劳工的话呢，那也只能拜托各位见谅了。因为这个麦克风呢，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它旁边大吼大叫。我要是用它来大吼大叫呢，那各位呢只会反复听到非常可怕的噪音。好，那么呢，回到《猎人梦境》呢，我就打算呢，把这一期呢，就做到这边。那么在第四期呢，原本呢是预定呢，会对大家呢去打那一个白狼女，但是呢，我后来衡量了一下我自己本身的人物的等级以及人物操作技巧，所以说呢，第四期呢，我恐怕没有办法带大家去打白狼女了。第四期呢，我打算呢，把这个就是说救亚男的 BOSS 给解决。觉得之后呢，我呢就会带大家呢另额外的呢去逛那个亚南大教堂区。好，另外一点呢，这个是我第一期，我第啊不不第一期，这是我第一次录第三期的时候做的事情。那么我忘了讲，我再讲一下好了。是这样子的，你在逛旧亚南，或者是说呢你在大教堂区呢，你要先想办法刷到10000点的那个血之回响。你呢之回来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玉石信使呢，可以跟他购买一个。接下来要去下个地区的一个钥匙，就是这一把钥匙，猎人首席勋章。好，猎人首席勋章上面这么写着：许久以前教会猎人队长的不止勋章，能够开启前往大教堂圆形广场的大门。在狩猎之夜，大门深锁，只能用此勋章由另一处开启。也就是说，队长已经回归，而此勋章则代表了狩猎的终结。好，这个大教堂呢，圆形广场呢，就是我们下一次我要带大家去逛的地方。当然呢，也是要解决了那一个救亚男的关底 BOSS 之后再说。好，那么紧接着呢，也给各位介绍的呢，就是这个血缘诅咒当中的那个嗨老猎人。好，这、就是血缘诅咒当中的这个血宝石强化。如果你第一次点击的话呢，它是会出现一个说明，但是如果因为我现在第二次来了，所以它下面就不见了。好，是这样子的，你呢可以选择一把呢你经常使用的，应该说你可以选择两把中的一把经常使用的这一个武器呢来做血宝石镶嵌。好，那么血宝石镶嵌是有规定的，譬如说呢，像譬如说我这个猎人斧头来说好了，我猎人斧头呢最多呢只能够镶嵌，它呢只能够镶嵌放射状的，所以说呢，如果就算你捡到其他血宝石，但是不是放射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镶嵌的动作。好，那么这个镶嵌的孔呢，开启呢是要你只要强化你的武器呢，它就会开启的。第三个开启的方式我有点忘了，我不知道是要强化到+6还是强化到+9，我有点不太清楚，因为已经很久以前玩的事情了。反正呢，你如果想要开启这一些血宝石的镶嵌孔的话呢，你只要记得去强化你的那个武器就行了。好，那么如果判定一个血宝石它的那个它的那一个就是说这个血宝它本身的那个贵。重度呢，其实非常简单，你呢可以从它的第二行，也就是一个数字跟一个放射状这一行呢下面去看，那个数字只要越高呢，就代表说呢这颗血宝石它的那个稀有度越高，那么反之数字越低，就代表说这个血宝石越普通。当然呢，这也只是列为参考，最主要还是说呢，你还是得依据你自己本身的那个你自己本身的那个使用需求来判定。如果说呢，譬如说好了，我现在目前捡到的这几颗血宝石呢，全都是加物理攻击的，但是如果说呢，你的武器呢，你想让它加其他的额外的属性的话呢，那就。是看你自己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血宝石它本身的贵重度呢，就是依据个人的需求而有所改变。
好，每一次呢回来到了夜的梦境呢，就都要忘了稍微修理一下你的武器，以免呢打敌人打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发现不能打了，就尴尬了。好，那么本次的游戏的解说影片呢，就到这边了。还是一样，非常感谢各位呢，在百忙之中抽空来观赏由本人所制作的这一支血缘诅咒的流程解说。我呢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解说员，那么我还是尽可能的要把希望能够透过我的游戏影片呢，可以带给大家比较不同的娱乐。我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但我尽可能呢，让我所录的影片呢有可看性。当然呢，我知道有些时候可能很难，毕竟呢，这个也是需要经验累积的嘛。好，那么如果说呢，你对我的游戏的解说呢，你有什么意见，或者说呢，你觉得说呢，我的解说哪里可以改善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呢，你可以到我的Facebook 或是到我的 YouTube 下面的频道去做留言。我呢，只要会回应的，我都会回应。但是如果说呢，我没有办法回应呢，就是说呢，并不是说你留言留的不好，是在于说呢，我暂时没有比较好的词跟你回应的画面，跟你做互动的话呢，也。我会呢，在你的留言下面点个赞，就代表说我已经看到你留言了，非常感谢。好，那么相信这么希望呢，这一期的声音音量呢够了。然后如果说呢，各位觉得我声音呢还是有觉得是被那种邪恶的老板压榨的那种苦命劳工的话，我只能说抱歉，因为一天连续录个5场，然后加上这个麦克风本身的限制呢，我就只能这么做了。好，那就先到这里了。那么咱们下一次血缘诅咒旅程再见，各位。拜拜。